今年呢，见有一杯，他和他儿子夫子双方拿下了第一名和第二名。这个他练这套螳螂拳是国家正式套路59次，不是啊？你这还有气儿能说话呢？这家伙还副会长给他说错了，大伙儿给你掌声，没有鲜花是吧？他前年呢身体有点不好，心脏做点支架手术，能这个下俩支架，能在这个拳头当中啊打出这样的好螳螂拳，我们再给他掌声。好。